大家好，我是练得不好，但是今天远比昨天练得好的建筑师刘东东。由于我本人已经好几周没有认真练核心了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家庭核心训练，这样呢就可以督促我完成一次高质量的核心训练。今天的核心训练重点是下腹部。插播一个通知，以前从来没做过 Q&A， 极度好奇各位小可爱会对我和韩克有什么样的好奇，关于生活、健身、留学、恋爱、工作之类的，什么都可以问，甚至是用什么牌子洗面奶都可以，把你们的问题留言在这个视频下。通知完毕，训练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训练内容，大概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，你们一定要记得在百忙之中去练一练呀。虽然冬天穿着衣服确实仿佛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但是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毕竟时间如白驹过隙。最后谢谢你们督促我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训练，思密达思密达，我要去吃饭了，下次见。